然后真的，上帝的安排，因为后天就是情人节嘛。一直强调啊，有没有听到？听到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所以，陈志敏去买巧克力呀、不然呢？我这个身材在吃。好，没有，陈志敏再吃两位。有吗？预备，去。关系嘛，我唱这首歌嘛。那这首，其实有很多女孩子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怎么女人很像很贪心的样子。可是，其实，真的，一直问的时候，其实女孩子真的就是，她就只想要多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的什么。也许，在座的各位，那男性朋友，男朋友们、老公们，可以再多问一点点。所以试试看吧，我们唱这首《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》。没有关系的，那个他说要描述给他听的，要他、是吗？对了，我多好一点，陈志明讲给你听的。好，来。其实对这唱这首歌有点不是那么熟，大家原谅一下。到海。
心。